他实在很客气，哦，今天就是你的团队起开始的日子，哦，所以不要客气，哦，那我因为深圳地区的总监呢，所以暂时不换领带，我七月一号又再换领带。那我想这个香港总监 Jeff， 他夫人资历非常的深厚，哦，那其实他是更早就应该担任我们地区的领导人。那在座各位呢，啊，不管是曾经担任多项职务的，或是第一次担任这个地区职务的，都是我们 Jeff 总监精挑细选出来的，除非我们助理总监是电脑请的啊，但是我们助理总监都非常非常优秀。那我想呢，啊，服务的服务是讲究的传承跟延续。我们3501今年第一届，感谢在座，哦，也是我们 Wonderful Team 的团队的一员，哦，帮我们3501地区可以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。但是3501地区。